今日上朝议事，为何只有二位？启禀太皇太后，其余的都告假了。那右相陈义忠呢？右相老母病急，他前日便出城回温州老家了，为何不向我禀报？臣失职。当前兵势日艰，可有良策？你呢？难道今日来上朝的都是木头吗？启禀太皇太后，兵势不利，当至平章督军不利之罪啊。这是良策？臣请办右相陈义忠误国之罪，他堪比贾似道啊。对对对，这个主意妙。够了，问起朕来一言不发，整起人来毫不手软。今日国难，大小朝臣无一人可言救国，你们散了吧。禀太皇太后，臣右相到了。快宣，快宣！宣右相陈义忠进殿。陈义忠叩见太皇太后。太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儿啊，接你的轿子刚走，就来了人，说太皇太后要接我到宫中说说话。儿啊，快快叩谢太皇太后。娘，别说了，赶快跟我走。我这才刚到。娘，走。哎，要走你走，我不走。我这儿跟太皇太后聊得好着呢。娘，他这是拿你当人质，逼我回朝送死啊。啊，太后，右相误会了。早听说令堂有顽疾，一直不得医治，我想着让胡太医看看。慧儿，您随我来。好，请。老人家的身体要紧，不如等胡太医看完了病，开好了方子再走也不迟啊。太皇太后体谅，还望太皇太后能准我辞官。如今老娘年迈，现在只想久侍床前，也算不枉为人子。父母病了，明知医不好也要医。这社稷病了，儿臣就能弃之如敝履，坐视不管。我的老娘病了我管，你的社稷病了我管不着了。时局果然变了。你上前来，你可记得这百花图卷？这有什么不记得？本朝的官我都不想当了，你搬出先皇又有何用？秉辰年，你还不过是个太学生，却敢为了社稷弹劾了当时的权相丁大权。那年临安下了场大雪，出奇的冷，你们六个少年在大殿外跪了三天三夜。那不过是少年义气，时至今日我追悔莫及呀。现在朝堂之上哪个不是饱学之士？有一个算一个，上边写着厚，下边藏着黑，这设计我保他何用啊？我明白，做实务之人
自然是看不起尸位素餐者。你是清廉，没必要俯下身去与污泥为伴。可是如果你做不到与光同尘，你就躲开避开，那里就会被祸国的人占满呐。这话若是十年前听，我定会留下来，可现在太迟了，太皇太后，您就准我辞官吧。幽香，我求，我求，求你留下来。大宋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，我需要你这样的实务之臣。过往若有什么错，都是老身的错。你身为大宋之臣，难道你就要眼看着贪亡吗？太皇太后，您怎么跪下了？您这是要折杀我儿啊！老太，你别管，这是老身代国向幼相赔罪呢。儿啊，你快跪下，快跪下！太皇太后，您跪的是幼相，我现在把幼相之职还给您。我陈宜中早年随贾似刀助纣为虐，因天生胆小，纠结于战与不战，贻误战机，德不配位，愧对幼相之职。太皇太后，就此别过。娘，咱们走。你这混账东西，你到底能帮太皇太后干什么？你快答应啊！娘啊，如果我答应他，我就要为赵家的社稷去死。如果我死了，你百年之后，谁为您送终啊？太皇太后，您真是要逼我儿去送死？我不是要逼谁去死。如果能救国，老身的命随时拿去。社稷是天下的，哪有姓名啊？如果有姓名，那就是千千万万的子民。我只有一事无法遣怀，我没有过孩子，可我是这个国家的太皇太后，天下人都是我的孩子。现在是一个母亲求你，求你救救他的孩子吧。我明白了，太皇太后，请起。灵儿，娘，跪下。娘，跪下。太皇太后，老身不配做人母亲，没有教会儿女礼义廉耻，国家大义。儿啊，娘知道你孝顺，可是你若是因为娘才不能留下来，那娘现在就可以死。娘，使不得呀。如何使不得？那猿人已经打了我们江山大半，娘害怕呀，怕我死了不能埋在大宋的土地上，
你记住，你要战，要保住大宋。若战输了，就带着我的棺材走，我得把我这把老骨头埋在大宋的土地上。也罢，娘，孩儿知错，孩儿一定保住大宋。我的又想回朝了。开皇太后，右相陈宜中有一事请奏。右相要奏何事？请太皇太后展开百花图卷。来呀，开百花图卷。太皇太后，您还记得这百花图卷上有旭日出生的谶纬之说是哪一年？正是丙辰年。为何要会旭日出生？据先皇说，那一年的状元极有才华，又名天祥，字宋瑞。先皇觉得这是大宋祥兆，祈求国祚绵长。此人叫文天祥，丙辰年我来上书，他来殿试，曾有过一面之缘。此人人才一流，极富人望。我大宋不是没有人才，只要打得开旗子，让百姓知道官家的心思，我相信天下的有志之士必定风起云涌，纷纷响应，我大宋可保。来呀，召天下兵马，秦王保大宋。300余年之德泽，入人也深，百千万姓之生灵，齐天之佑，极下哀痛之兆，数回危急之机，上赖文经无为之臣，不避其难，忠肝义胆之士，敌王所慨，有国而后有家，体上天浮华之意，起诛戮秦王之师，免册勋名，不吝爵赏，故兹诏狱，享宜之息。王朝清末之际，谢道清以哀痛召号秦王之师，几个月之后，文天祥、张世杰带兵开赴临安，他们为大宋最后的王朝岁月打上了壮怀激烈的底色。天下兴替，分合有时，重温百花图卷所链接的这段历史，依然荡气回肠。